小老板，你这里卖饮料吗？我也想要一杯饮料，来给我一个青苹果口味的饮料吧。谢谢你。你这饮料咋没有颜色啊？怎么？你这是假的吧？哼，我再也不来买了，都没有颜色。老板，我要一个橙子口味，还要一个草莓口味的，先给我草莓口味的吧。哦，我的草莓口味好粉啊！再给我两点的，老板，再给我一个橙子口味。我妈妈最爱喝橙子口味了。好了，买了，谢谢你，老板。饮料嘞，卖饮料嘞。哦，这个小朋友在卖饮料，我也想来一杯。来，老板，给我来一杯饮料哦。蓝莓。